Yonex is the established in 1947 in Japan, and the main business is badminton, and we have also tennis and golf. So we have a kind of really good, big global company. And tell us why you decided, Yonex decided to sponsor this tournament. So this is one of the good tournaments in the U.S. because of many of the people who love played badminton get together. So also our mission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sports of the badminton in the U.S. So I really love to be here. 好了，那我们现在继续看另外一场的比赛，也是 Team A 对 Boro。他们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团体赛嘛，所以呢，每一次的决赛里面呢，就是他们需要派出四队的人来比赛。所以这一次我们换场了以后呢，球员都换了，我们可以看到 Team A 是面对我们的那两位，一个穿红色，一个穿黄色的球员哦 ，Hao Jin 以及 Karen Xu。那 Team Bola 的队友呢，就是 Edmund Lim 跟 Johnny Ng。这次其实很有趣，我们看到很多的女性选手出来比赛哦，对啊、而且个个都这个力道很强。因为我们的就是举办这些比赛呢，我们不希望好像打到完全是非常高的高手。我们希望就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男跟女的，我们通通都可以一块儿出来。比赛，然后呢，就变成是社区的一个活动。这其实蛮适合这个一个 family， 就是家庭同乐的一种活动。不过这个羽毛球就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它必须要在室内，要不然室外如果风大的话，你那个 bird 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吹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对。我们都记得，就是从前呢，在湾区，如果你要打球的话呢，是没有那么多的场地，但是最近几年的话呢，就是打球的人呢越来越多，然后呢，像我们看到这样好的场地呢，也不少，所以这个好像主观上来看的话，就是有机会参与这个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国叔，你平常多久打一次球？一个星期大概打3到4次吧，但是球技还是这样的。不过我想是以运动的这个心态来打球。是，因为你要打得很好的话呢，就是很你需要很多的苦练。但是你作为一个运动的话呢，其实你跟你同水平的人打呢，那个是最好玩的，因为大家不相伴送。百众，对吧？我的国语啊，所以呢就变成是乐趣很大，来来往往的那个。所以两组的这个水平差不多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玩起来应该觉得很好玩。是。如果有一组是比较弱的话，今天早上我就看到我们的这个 Team 26跟另外一组很强的两位男生哦，跟我们两个女子选手两位同事。我哋而家嚟參加 Summit 依個 tournament， 因為我哋 Summitel 會啱啱會開個分店下個禮拜，咁我哋就想同即係 Summitel 個 community interact 咯，係啊，好玩咯，係啊。你們練習了多久？差唔多有一兩個禮拜到啦，嚇、啊，都有一個禮拜到，係啊，冇練習得咁犀利，係啊。想不想贏啊？我哋梗係想贏啦，但係我哋都係志在參與咯，都係同我哋嘅 teammates 啊一齊玩一下，即係唔會好注重贏一係輸咯。其实他们的表现还是挺好的，什么说不注重输赢啊，他们全力去争赢啊。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ABC 他们的表现如何。继续回来看 Team 8以及 Borla 的这场决赛啊，现在已经我们在换人，就换了队员之后，进行的比赛已经到中间了。很快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这两队到底谁赢啊，然后谁能够抱走金牌。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因为有些运动是你要用某一只手。是来进行，像打羽毛球，很多人都是用右手，是不是也有人用左手来打球？有啊，世界冠军林丹就是、用左手的。但是你说刚才说，光是用一只手，但是其实他要发力，
能打出那么大的力量的话，你看，都不会是光是用手力或者是手腕的力，他们通常呢就是全身的力都要用上。为什么那些球员跳起来啊、杀球啊什么的，就是因为他要把所有的力量、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去发出来。你看，这个刚才呢就是好像是光用手腕的力了。所以力道比较不足，力道也比较不足。但是你待会你留意一下那些年轻的，如果他们跳起来扣球的话，他们的力量是全身出来的，所以那个力量是强很大的。就是我们看到 Borla 右边那位选手，他就是用左手。有没有留意？刚才有一个 trick 出现呢，就是在两只腿中间那个黄西山的那个运动员，就是两只腿中间来回球，这个不容易的。你看那个羽毛球很轻，你刚才那个球员再往前推一推，力度稍微控制不好的话，马上就出界。我想可能很多球打得很勤快的人，会发现自己的手可能一只比较粗，一只比较细哦。这个肯定会出现的一个现象。继续我们回来看 Team A 以及 Borla 的决赛哦，这个决赛已经进入尾声了，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能分出胜负了。那你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力量就是从这里来，一跳起来跳得很高，整个人把腰啊、手背啊、然后肩膀啊所有的力都用上，还有手腕的力，所以杀球的很厉害。又来一次，你那么快的球下来的话呢，就是我的经验很丰富，因为我的球技很差，所以人家经常这样杀我的话呢，你就知道那个在现场里会看得到那个的你的反应其实是觉得哎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快，你自己反应不过来。而且我们现在在看打双打嘛，双打的话呢，他们攻击的肯定是比较弱的那个。对，所以呢，我通常打双打的话，我在球墙上很多球打了，因为人家都把球下向我。为什么攻击的是比较弱的那个？因为他反应他容易就是吸球啊，你攻击他的话，你就容易得分了。强的那个他，你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回一个球回得很好，可能他突然之间打一个往前球，你杀他就是没有办法得分，所以呢，在球墙上攻击的肯定是攻击最弱的那个。所以一上球场，你就要看对方的两位选手哪一位是可能比较弱一点，对啊，然后就专门去打他。对。Borla Team 有一个球员是用右手打球，另外一个球员用左手打球，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什么摩擦吗？就球员用不同的手在打球？这个要看你的跟你的 partner 就是那个默契，会有一些就是误会会出现的，但是基本上如果默契好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记得哦，原来他是在左手或者是用右手，但是对对方来讲呢，可能有一些就是你记不得他，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嘛，他的左手也就是反手，通常一般人没有那么有力，所以一般都是打他的反手，但是你忘了如果他是用这个左手的话呢，打到他的反手，以为是反手，其实是打他正手。所以这个对对手来讲也是一种误导啊。除非有人可以练得成两只手都是那么厉害，可以换来换去呢。对。Team 8终于赢了这场比赛。